我看这一题，他说 AB 是等于6的， AD 等于7， D 等于5， D 等于5，好， BG 等于 GC， BG 等于 GC， 哦，这两个长度一样，这个叫 X 好了。好，那 FG 跟 BG 垂直，哦，这个90度的，则他问那个 GE 等于多少？我问 GE 多少？好，那我们现在来看哈，我用那个外圆幂先把 X 算出来，7乘以12等于6乘以整个6加 OX， 6加 OX 两边可以除以12，先除以6，这里面再除以2，这是啊，这是1，所以 X 加3等于7，也就是说哈 X 等于多少呢？7减3是4，这个都等于4。好，那他现在的话呢是要问 GE 嘛。好，那问 GE 的话，这是一个直角三角形，这是10，6加10是10，啊，这是12，所以我就晓得 GE 等于多少呢？ GE 平方啊，等于多少？12的平方减掉10的平方，这样多少？可以144哈，减掉100，44，所以这是44啊，也就是 GE 等于2根号11，哦，2根号11。那 FG 呢 ？FG 哈，我就用那个内圆幂，哦，这个乘以这个等于这个乘以这个，哦，这个我叫 Y 好了。我就是 y， 它乘以多少？乘以 g 是2根号11，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个乘以这个，4×4，哦，2的4，也就是 y 等于多少呢？等于8除以根号11，把有理化的话变成11分之8根号11。